家好，欢迎回到 Get 的能量。今天要录的是这款三位来变，把它的脚翻过去，翻过去。这款是最新的三位核心级的。核心级，然后再把这个脚。哎呀，你给我飞出去干什么？这款三位辅我觉得做得不错，哎，做得蛮有梗的。它是变成一个录音机，然后再把这个翻过来，再把这个翻过来，然后头转180度抠进去，脚转过来，然后再把不反的，然后这样扣进去。变形还算简单了，比爸爸还要难。什么叫没有比爸爸还要难？爸爸比较难变。你不要一天到晚想要变我，好不好？哦，这里有卡扣了，要扣好，要扣好。那你要拿它靠近镜头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我要扣好，然后这样就大功告成啦。好，收音机型的。这还有很酷的功能，这里面有一个小录音带，没有拍到，在这边，往下一点，好小，小到不行，然后再把它放上去，这很小，所以那个如果掉到地板会就会被地板精灵吃掉，所以要小心一点。那你觉得这款玩具怎么样？做的蛮不错的嘛，蛮不错的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水小，我再变一次，变成机器人。好，你再变一次，变机器人好了。然后机器人也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可动性介绍一下。然后这样，它好像有接地关节，没有。膝盖弯曲90度。啊，现在外面雨下的非常的大。然后头转，180度。枪装回去，给我回去。之后可能会跟各位来分享这一款，这个可以变成一手龙啊，对的玩具化石，恐龙化石，就装在这里，那就大功告成啦。好，拿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，在它变回人形，下面一点，近一点。对，在它变为人形就很好看。人形很好看，帅是不是？那你介绍一下它的可动性啊。头雕，先把这个枪拔掉。头雕180度，可以。手肘弯曲是这样。不是，那是平举。那弯曲是这样。对。啊，肩膀旋转呢？肩膀旋转。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。拳头可以旋转吗？拳头不行。腰咧，有没有腰转？腰没有腰转。脚咧？这里好像可以弯过去吧？看看。不行。没有啦，没有腰转。这个这一片可以打，这边应该是可以活动。对，前面这一片是可以活动。可以打开，关起来。然后膝盖只能这样子，膝盖不是这样子，它不行。对，这样子。这样，它不行，那个用力。哦，如果要往前的话，只能把先把这片打开，然后才能膝盖弯曲，然后再把这片盖下来。啊、哦，又掉了！每次那个炮都掉，枪啊！好了，那你做一个结尾吧。这款玩具，这款玩具做的还蛮不错的，很好玩，很好玩，喜欢啊！很
那今天影片就录到这里，告一段落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帮我们按个赞，分享给朋友，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